喂，你好，卢台长，今天我很荣幸地向你讨教很多问题，我希望你指教我今后应该怎么做，因为我的运气很坏，讲吧，我的身体也不好，我想问一下我的身体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68年属猴的。你身体最大的问题是妇科，听得懂吗？从小就不好，明白了吗？自己知道就好了，不要太受寒，多念大悲咒，还有你的颈椎脖子酸痛，明白了吗？肠胃也不好，你没有嘴巴的，你讲讲呀。好，对对对，啊，对不起。听得懂吗？听懂。啊，还有自己要知道你身上有灵性，所以你经常觉得身体很冷，明白了吗？对，那应该怎么做？你现在首先晚上最好能泡脚，谢谢。然后放点黄酒，明白了吗？谢然谢，后自明白。己一边泡脚一边念大悲咒。大悲咒。啊，然后自己把身上的灵性念掉，要需要39张小房子。39张。啊，我问你，你做梦做到过小孩没有？没有。没有是吧？台长可以今天晚上叫你做到的。做到没关系的，小孩子呀，没关系的，就你自己。我不知道是你妈妈打胎的孩子在你身上，也不知道是你的孩子，有一个小孩子在你身上。你自己打掉过孩子没有？我没有打过孩子。那就是你妈妈的孩子，因为我不能肯定是你的。我妈妈有，你妈妈妈有，有是吧？啊，我讲给你听了。可能是我上面的弟弟，这个弟弟经常在你身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会让你非常的难过，而且你这个人智商越来越差，记性越来越差。对。对，还有，你别看你头发很多，你掉头发。对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哎，就是这样。好了。我可以干事业吗？开店，有运气吗？每个人都跑过来问我这种问题，我没办法。干事业嘛，开店嘛，有没有运气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当你身体好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有运气。你记住，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，他就没有运气。有运气的人身体都很好的，身体不好的人运气一定不好。你先把身体养好了，你再开店，你就会好一点。听得懂吗？听懂，谢谢。你自己多调养调养自己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还有自己要放下很多，啊，你自己的老公跟你的关系，你要好好的处理，不要整天的忧愁烦恼，你少管他。随他去，明白了吗？谢谢，台长点你，你知道了吗？谢谢，谢谢你的指教。对不起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因为我有2个孩子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他现在在中国，他会来到法国吗？我很希望他来到法国，我应该怎么去做？每天给他们念。准提神咒49遍，给孩子，给2个孩子，然后每天给他们念心经，让他们开智慧。你试试看，很快就会来了。但是他们这2个孩子来了之后，会给你找很多麻烦的。我只能这么讲，因为你太溺爱他们了。他们在中国已经给你找很多麻烦了。那没办法，自己的孩子。我讲话你都听得懂的。听懂。他来了之后会跟你的老公会有些麻烦的。因为有一孩子不是你老公生，谢谢。那我现在是一个男朋友，我们两个。所以这个男朋友你就要更要珍惜他，你不要孩子来了之后把男朋友都弄跑掉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。好，谢谢您。我告诉你，台长什么都看得见的，有的时候大家知道就可以了，要多念经。
人的运气好坏实际上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如果你能够掌握在自己手上，你就什么都不怕，明白吗？